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巴，十年都唔会录一次 Overwatch 嘅我，而家喺潮猫屋企，借咗潮猫屋企部电脑，用潮猫屋企个 account 打潮猫屋企，就系你噶啦。今日我哋试玩新角色啊，试玩一个叫做安娜嘅新角色，听闻是法拉的老妈子，系一只 support 追嚟嘅。咁我哋转头翻嚟啦，因为佢揾对战揾好耐。まもなくレイコータワーに到着。はははは。まもなく突入します。我谂入得嚟 PTR 嘅，通常都系走嚟试玩新角色嘅。同 AI 玩嘅其实真系冇咩所谓嘅。信念を守るべき戦い。妈咪唔喺度啊，妈咪出咗去啊，冇错啦。但系如果听到嘅话，冇错啦，就系真真，佢嗌哦哦啊，哦哦。有人騷擾我拍片點算？係啊，同大家簡單講下啲角色。佢普攻咧射落自己隊友度咧，係幫自己隊友加血；射落敵人或者敵人，梗係扣敵人血啦。我又覺得佢開鏡同閂鏡都快過奪命女呢一點非常之好啦。但係佢一個即係佢同奪命女嚟比嘅話，哇！佢就系唔可以走嚟走去啦，即系奪命女都上啲高啲嘅位，佢就只可以防死啦。跟住之后佢 shift 咧系可以令人瞓觉，但首先要打中佢。目標を達成。他のものも続け。同埋佢其实佢真系不宜近攻咯，一定要远攻咯。所以你要瞄得準先至可以 support 到你自己隊友。佢嚟得好快咯，佢 E 技嗰度。我自問自己係一個廢嘅追。佢嘅大嘢就可以對住一個隊友開啦，然之後，一個隊友就會加攻啦、加移速啦、加防咯咁樣，咩都加曬，加一段時間制咁樣。追得幾差，同埋佢嘅E勢係可以幫自己補埋血嘅。而家同 AI 打，我都要夠膽近啲。到呢個角色真係出嘅時候，奉勸各位，千祈唔好打人。射中咗隊友就會有呢種效果。跟住就補血。Score 1-0。
제로. 其实呢个角色都已经冇咩嘢特别噶啦，就系我啱啱讲嗰啲咯。其实我觉得挺好玩嘅，都几屈机嘅。除咗佢冇得去啲高啲嘅地方，即系爬地方啊，或者近战系完全不能咯。佢扣啊，佢好似一箭，我唔知佢箭定枪嚟。虽然似枪，但系佢射出嚟个好似一支箭咁样，就都扣80血度啦，但系都唔適宜近戰，因為佢射箭好慢，同埋咧得6發咧。佢之後走路咯，总之叫加工、加防、加移速，系啦，跟住啲坦就可以好肆意咁样。もう眠る。薬の時間だ。大家已经见到打近战系几咁不堪，所以如果系即系唔系打 AI。即系如果系唔系打 AI 嗰阵时候，应该真系知嘅。所以如果真系用呢个角色嘅时候，系千祈唔可以打佢，一定要走。全部都系追系咩料？做追是不得的，所以雖然這個角色很厲害，很想玩好它，但是就難。好了，今條試玩片就來到這裡先啦，我變了潮媽。Anna 很老啊， Anna 添， Anna 完Anna 是法拉阿媽，所以都有點年紀。好了，這條片就來到這裡，伴隨著這個 highlight再见啦，咁多位小笨蛋，拜拜。潮妈上榜啊！潮妈上榜，赞，拜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
グランド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